廉价进入倒数，民众把握时间出游玩，阿里山打那一股得天独厚的气息跟文化也成了民众的首选之一。而面对冷气团发威，民众依旧不减游玩的兴致。会怕很冷啊，所以手套都有戴啊，那个帽子都有戴啊。打那一股有那个顾雨，没有看过顾雨，特地来看的。虽然游玩的民众络绎不绝，但业者也表示，相较于前两年的游玩人数，多少还是受到出国旅游的影响。其实没有成长很多，因为主要是前两年有疫情嘛，然后大家就不能开放出国，大家都是往就是国内旅游，所以前两年会相较比较多，过年的时候。然后今年因为有开放出国了，所以其实人次跟平常的假日是差不多的。面对人潮，业者都表示乐观其成，期望春节假期过后，民众也能上山来到阿里山走走，体验悠闲的放松时光。人新闻老报时间，阿里山采访报道。